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姐，干嘛？来干嘛？姐，都干啥去了啊？姐，行吗？行，差点，行，喝点。来来来，我们喝汤好，这样，你们辛苦啊。谢谢谢谢，别忘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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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坐啊，大家坐。这是我的。好，你看看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大老师。哎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老师了。谢谢，好，坐坐坐，大家坐，坐坐坐。今天新年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白头偕老啊！谢谢你们俩来了，来干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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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举起杯。他出去，你怎么这么快？谢谢谢谢，好久不见了，刚才没看见你，没看见他。哎，恭喜恭喜！对对对，那个牙医的时候。啊，对。经常说起您，经常。谢谢啊，谢光临，谢谢您啊。来来来，咱们。谢谢大家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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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漂亮，谢谢。出去了，哎呦！海静，海静，对呀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没来，志刚那时候老提起您。好，大家坐，大家坐，我们上那边干吧，大家坐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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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坐，大家坐，大家坐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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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他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不会说。哎，前面什么呀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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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俪，你发现了吗？就他这个衣服开得太，要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曲刚是脖子露太多了。哎呀，你懂不懂啊？穿婚纱就得这样，就得露着嘛，这样才好看。孙俪，孙俪，我知道今天领导、同事、朋友来的特别多，影响不好，来大声啊。领导、同事也得这样啊，这是穿婚纱呢，这是结婚。看着没有什么不好看啊，就先这样。来，姚酱，你把那个给我赢了。这是我的婚纱，我让我妹妹穿的，你有什么权利？我怎么没有权利啊？她是我的老婆。你别忘了，她叫孙燕。我还不知道她叫孙燕。我看你就是不知道。呀，你要是不管他说的对不对，你都听他的，那就随便啊。反正这么多朋友都看着呢，就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告诉你，这样不会有好下场，你看着办。哎，姐，志刚，姐。
个笑话。哎，我不洗。洗吧。我不洗。洗吧。不洗。讨厌你。讨厌。你看什么你？你看什么呀？我看你呢。我也看你呢。你跟人学没出息，你。没出息怎么了？不像你死脑筋，封建脑袋棍儿。就封建，怎么着？我是大丈夫。你呀、啊，什么大丈夫？给老婆端七角水的大丈夫。我乐意，怎么着？乐意。你答应我，以后别跟我剪刀别扭了，行不行？啊！想起你接我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，太过分了，根本就是瞧不起人啊！说什么了？你没听见啊？嗯。你将来没有好结果，什么话呀、啊？这是？嗨，他说话多了，别相信，听他呢。还说什么了？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别瞒着我，他还说我什么了？没瞒你，翟志刚，是我嫁给你，不是我姐，我爱你，知不知道？什么假的？那你答应我，你还不跟我剪刀别扭？答应我，你答应我，讨厌，答应我，答应，哎，讨厌。车给我车、哎、走了。志刚的学校离家很远很远，他这么早出晚归的真让人心疼。这该有多受罪呀、啊！哎，老孙呐，你来，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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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过来，你过来看看。怎么了？啊？乐成这样啊？你看，多招人稀罕。啊，嗯，哎，那不是你孙子。我问你，你是喜欢男孩啊，还是喜欢女孩啊？嗯，那都成。哎呦，还挺开明的，嗯。看啥呢？怎么的了你啊？啊，哪不舒服啊？那我在这研究生男生女的问题呢。哎呦。你说的不是挺好吗？生什么都成吗？哎，别！哎呀，话是那么说呀，
最好是一男一女，小丽给咱们生个男孩，小燕给咱们生个女孩。要我说，小丽生女孩，小燕生男孩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小丽生女孩保证漂亮，男孩好赖无所谓。怎么说话呢？男的，对了，年轻的时候我要不漂亮，那你能看上我吗？哎，要是男孩啊，得像我聪明，智力高。哎呀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人家怎么着，小燕傻呀？那我也不能那么说。他主要是没上大学，不是？这一步赶不上，就步步赶不上了。他要好好的学，那不比小丽差。哎，师傅打电话啊。这样更好。要都像小弟那样啊，事业型的，不生孩子呢。喂，喂，妈，是我。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没事儿，没怎么，挺好的。今儿天气不好，我那个志刚他就不回家了。哦，也对，你说天天呢跑那么两三个小时，也够累的，伤人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爸呢？你爸？你爸正在看书，研究重大问题。燕儿啊，妈问你，你是喜欢男孩啊，还是喜欢女孩啊？您在说什么呢？我和你爸，我们两个现在正商量呢，还是你生男孩呢，还是你姐生男孩呢？啊，你的意见呢？哎，行，你们定吧。那行，我放下了啊。行，再见啊。哎，师傅给您钱。哎呦，说那就由咱俩决定吧。这事咱们能定得了吗？就是，咱们定了，咱们定得了吗？你这是你啊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想你啊！不是说好不回来了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别冻着，快点！今天多冷啊！给你，我不喝，你喝我这个，行了吧？我咋了？哎，我吃这个，那哟，还真治好了。嗯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凑合看吧。张波说挺好的，他当然说挺好的了，他不得顺着你说让你高兴啊？嗯，哎，他这次出差几天啊？四五天吧。那你该想他了吧？我才不呢！我觉得啊，一个人待会儿挺好的。骗人吧！我才不信你呢。真的，俩人天天腻在一起，有什么好的呀？烦不烦呢？我怎么不觉得呀？哼！那你们家翟志刚，哎，怎么在学校住不回家？他星期六回来，他们学校太远了，天天回来人受不了。你想他吗？有点吧。想他就让他回来呗。什么？我随便看看。哎，行。哥，今儿中午咱们也不吃什么饭啊？不清楚。我挺喜欢吃鱼香肉丝的。没准今天是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哪儿不合适啊？伸手，你的肾病挺严重的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两个肾囊是不是一高一低？
肾囊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东西是吧？对，没怎么注意过。那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？小点声，对吧？小点声。给你开点药吧。环阳雄狮，这药得多少钱啊，大夫？165吧。这么贵啊？对，你还得交20块钱的那个诊断费，一共185，请到那边交费。大夫，这么贵的药，您不是他们的托儿吧？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多心了。我之所以开这个药，就是因为它对你这个病管用啊。好好好。姐，你还真准备出国学习啊？不是打算，是一定要去。可真是的，你怎么舍得呀？这么好一家，这么好的老公，而且你马上就有孩子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的多了。什么呀？告诉我呀。你不懂。哎，姐，你跟那张波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怎么了？你要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啊？你说的性生活呀？当然好了。那时候我跟玛丽明吧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现在跟张波吧，怎么说呢？是在自己的家里啊，自己的床上啊，我觉得特别享受。你不觉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没什么意思啊？燕儿，翟志刚他有问题吧？啊？哎，他是绝对有问题啊！没有啊，他身体挺好的。你不懂，哎，绝对有什么病他？没有，你别瞎说，他真的挺好的。他要是没病，你干嘛觉得不舒服啊？你干嘛觉得没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其实也挺好的，我就是，我可能没说清楚，也不是说就一会儿吧，反正我们俩也挺激动的。燕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性生活特别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我有时候觉得他只要抱着我就挺幸福的了。啊，你觉得他抱着你就行了？傻不傻呀你？以后你就知道了，你应该带他去查查。
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啊，喝口水吧。你吃药呢？什么药啊？什么呀？别看了，别看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吧，我心里都明白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丫丫，你不高兴了？那你心里怎么想的呀？想什么呀？没什么好想的呀。这都写的特别有意思，你要是背面看想犯罪，侧面看想逃撤退，正面看想自卫。爸，给你削水果吧。哎，不了，给我沏杯茶吧。哎，你呀倒是多应该吃点水果啊，那个里头有维生素。那报纸上说人一天得从各种食物里面摄取几十种维生素，那你别吃少了出毛病。这个燕儿啊，嗯，哎呀，生身咋样？挺好啊。还合得来呀、啊，你俩？合得来，翟志刚脾气可好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啊，他呀，他家务活什么都会干，比我还勤快呢。哎呀，我说的是那方面。哪方面啊？我是你亲妈，啊，你别在意。我说的是男女生孩子那方面。哎呀，刚结婚，不想要孩子呢。咋不要呢？为啥不要孩子？是我不想要孩子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啊归不要，可是想要孩子生不出来呀、啊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翟世刚有没有啥毛病啊？嗯，那时候。看什么呢？看这个这一段吧，这食品里的科学，你看，这我得剪下来贴上。爸，这个火好像。行，待会儿我弄吧，我弄吧。那就算我担心啊，好不好？我是担心嘛。谁跟你说什么了？就是我姐吧，我的事她知道什么呀？是欺负人吗？行了啊，你姐可没说啥，就算我啊，胡诌八咧，行不行？别骗我了，骗我干什么呀？真的，你姐真没，你姐可真没说啥，怎么也没说。我不信，平白无故的，你干嘛呀？有病啊？那凭什么呀？混蛋！呀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你这孩子，你真不知道好歹。我跟你说，妈是过来的人了，什么事儿不明白呀？有病就治，这没啥不好意思的。我根本就没事，用不着你说。你哼什么呀？有什么好哼的呀？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我生气？是啊，你考虑没考虑翟志刚怎么办呢？下回怎么来家里啊？脸往哪儿放啊？这有什么的呀？你是觉得没什么的？你什么时候替过别人考虑过呀？我是替你想呀。我用不着你想，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？你明明知道妈爱管闲事儿，你的事儿不愿意她知道，我就愿意了。那时候你跟马黎明好的时候，我露过一句嘴吗？我本来就不会骗人，那时候跟张博说句话我都紧张，生怕说错让你为难。你可倒好，有点没人的事你就乱说。你替我想过我的感觉吗？我算是看透你了。你怎么这么说我呀？我说的不对啊？你就是这样。到时候你说错人留人，张博听见了是不是你说的？我说你什么了？那我是故意的吗？行了，燕儿，这种事瞒着有什么意义呀？讨厌的是你。
你管不着，我愿意。呀，有你吃亏的时候。好歹行。嗯，这你就拿着吧。哎呀，这么说这事儿是真的了。那可不是真的咋的？要不然燕儿咋走了呢？他就是不好意思，我跟你挂不住脸了。这事儿我明白。这还真是个问题了。这可不是问题吗？这是个大的、严重的问题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说话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事儿你说咱们说什么呀？咱们帮不上忙这个事儿。那你说，燕儿可太可怜了。哎呀，要说起这事儿来呀，小翟也够可怜的，是不是？那倒是，把两个孩子都怪可怜。哎呀，这儿女都多，这又多了，完成天这心我都就碎了。一天呢，哎，嗯，我说老头子，啊，你说这个事儿跟那个太累了有没有关系？就太累了，这人。咱又不是医生。他这说说不好，累，累的人可多去了啊！你想啊，这人吧，一早晨这天不亮啊，这就是走了，天黑了这才回来，这一路上骑着车呀，这就奔波呀，这精力都消耗的光了。你说再到家，两口子还能有那事儿吗？你说谁呀？我说小宅呀。你扯胡扯！你这谁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？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吧？黑着去黑着回来，这别人怎么都没这事儿啊？也是。哎，不行，咋？不，咱们给他调换调换工作。往哪调？我托托人，你给他调，离家近点不是吗？兴许这病还慢慢好了呢。嗯，背不住，那我试试吧。你别试，你看你这要办就给办成了。我可告诉你，哎，不然你那个，我跟你说，你那计划可落空了。什么计划？哼，你不要一男一女吗？什么一男一女啊？你不说，哎呀，小燕给我生个男孩，小啊，不是那个小燕给我生个女孩，小丽生个男孩，我问你说的吗？啊，那不是玩笑话吗？你还当真了？我气话了。哎，不过这个事儿咱只能搁到心里头，不能表现出来，你说呢？不，我找他谈谈。找谁啊？小翟。我操，二板调子，你一个丈母娘跟女婿谈这种事儿，你这要求你跟他谈，他我更不能谈。你看，我是他老丈人，我能谈这事吗？你他妈扯你！这你厉害啥呀？是不是傻就厉害？讨厌！哎，行了，我也是着急嘛，也是啊。咱这是相声的。哎呀，你说也邪性，是啊。翻到这地方他妈使不上劲儿。我这么多年也骑自行车累。行了行了，别提你了，你找着你还这挺阳刚之气咋的？我们有个好老伴嘛。哎呀，不了解谁。哎，虫草酒泡着喝着。嗯，哎呀，小脸蛋喝通红的。行了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姐，现在他们过两天就好了，那点病啊。
么呢？啊？找什么呢？找有关那方面的书啊。有吗？没有吧？哎，好像有似的，我看过。我来找，我来找。要有也是在书架上，哪儿上那去？书架啊？哎，看不清楚，明天再找吧。啊，明天再说吧。那行。哎，我放个厕所。哎。孙俪，你的信。说他怎么没提奖学金的事儿啊？提了。咋了？哎，这页上啊，这儿。啊。哎，这有两种，一种啊是专门读书读学位，另外一种啊是访问学者。你觉得我适合哪种？你啊。嗯。你就读书吧，啊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不够学者的资格？真聪明，你太小瞧人了。好了，小妈妈，该休息了啊，早点休息。不行，我还得给他们写回信呢。好了，这事儿交给张秘书办，啊啊，交给张秘书办吧。啊、这，哦，你这个张秘书，哎，张秘书要多少钱呢？张秘书，张秘书不要钱，张秘书要点老板。别的东西。哎呦呦！你家的老板的儿子啊？没事。对不起，宝贝儿子啊、哦，爸爸碰着你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给人写回信呢？一会儿，马上就写。那您那就寄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啊。嗯。早点睡。哎，你药吃了吗？吃了。那个，你今天吃了那点？哎呦，吃米饭。哎，吃了。哎，你们。您带了，我想吃福锦吗？我老公哎，你快点吧，拿东西。我少了，过来，哎，周师傅，妈，赶紧去什么？没什么可吃的，让我吃啊？没有，你看，哟，您这么惨呀？不惨，我就是想吃点清淡的。来，别，糖醋排骨是我自己做的。是吗？嗯，你做的？嗯，我来尝尝。哎，真好吃哎！怎么做的？教教我。不教。为什么？告诉你个秘诀，做人家老婆呀，就什么都不会干，最好的，最享福了啊！太狡猾了吧？哎，听说你们那位特能干的，嗯，反正比我强。嗯，那就对了。钱谁管呢？嗯，他管呗。怎么让他管呢？嗯，才懒得管呢。他管不好啊？也成，反正都是一家人了。哎，跟你说哎，潘树林明天可就结婚了啊。
咱俩一起去啊。嗯，我去干什么呀？人家请你了呗。得了吧，他真请我了？没有，不过人家问起你了。哎，你说吧哈，这天底下真有这缘分这么一说啊？那潘秀玲，那也不像这婆婆妈妈的人吧？哎，她就一直就惦着你。你净瞎说！哎，怎么开玩笑了？你说，人家为你背个处分，那是不是真的？处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他没跟你说？没有啊。哎、怎么回事啊？那回你姐上医院，嗯，她不是开了个救护车，啊，那呀，是她偷偷开出来的，偷的，不是偷的，是偷偷开出来的。她跟他们医院的司机挺好的，人家就让她把车给开出来了。后来呢，他们领导知道了，他怕他连累啊那司机，结果呢，哼，他就背了个处分。他说的是他自己偷偷开出来的。就这么回事。你愣什么愣啊？你看我干什么啊？啊？那我不是太对不起他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想了啊。那都以前的事了，算了。嗯。周师傅，您要拿这点钱给潘叔买个结婚礼物。太多了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、您就看着合适的买就行了。嗯，那你说，是给他买还给他人买？给他们俩买呗。嗯，成，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，放心好了。没有的事儿，吓我一跳你。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困就睡吧啊。你轻点行不行啊？算了，不练了，听你的，睡觉。